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，11月6号，那个台北站，7:30从派出所是1134。基隆发车将秀安线开往新竹的101沈阳没什么，用9 3 5停车，以及我这台是11/18次，北湖发车将用一安线开往苏澳，用8:08停车，在台北站停靠了11/18次。然后这次若下面跟妈掌们多多点我们到地方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7:32，感谢支持哦，再见了，拜拜。等下就会，那台北站是。